哎，走吧，等下我把声音调大声一点好了。这一个吧，准备。早安啊，小林。核心四期按微博坠入，研究所被盗第7305天，这几天不想。好。20年了。终于找到这里了，听说这个地方可以帮人找到真相。我想找一个人，我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我根本没见过他，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存在。但是我就这么莫名的担了他的名号，被人追杀，东躲西藏，担惊受怕。20年了，我实在忍受不了了。他们说他能知道一切的真相，他们称呼他黑面观音。黑面观音，阻止声道外传。开机了啊，我盯着场内。小白找了，又找了，黑子找了。灯光定位正常。正常。我跟着呢。好，好的。一切正常。小熊找了。什么声音？我看看。灯光架掉下来了，没事没事啊，没砸着人不影响，继续继续，别停。哎，等，有问题有问题。看。我自己也听不带到，这是重点，还是累得着哦。OK， 希望不会太大声。好，走吧。怎么地了？你他妈就敢？我操！好小声。弟仔，我这儿出了点皮吧。哎呦，我好像忘记放存储卡了。对。怎么地了？你他妈就敢喊卡呀？弟仔，我这儿出了点皮了。怎么的了？我好像忘记放存储卡了。啊！好小声啊，快受不了了。刚才都没录上。我操你妈！不放卡，你傻逼啊！他妈不放存储卡，你屏幕上没提示啊？啊！这机器我刚用，太高级了。他妈正式开拍，你他妈就掉链子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？重新拍呗，还能怎么办？那你妈能轮着你喊呢？废话，我也知道啊！我刚才出去看了一圈，愣是没找着副导，然后这边再不喊就收不住了，那我只能先喊一嗓子。你刚才出门不是上厕所啊？你他妈你找副导去了？找着没有啊？没找着啊！要不我火急火燎的呢，我以为全程广播一下，他总该回来了。哎，这有点奇怪啊，他怎么这会儿还不回来？哎，开机以后你见过副导吗？副导，我他妈一天没看着他了。不可能啊，副导全场忙前忙后的，你没见着啊？谁知道你妈忙什么呢，根本没看着我。哎呀，算了，我整理一下录像，顺便等他，你去把其他演员拉回来，准备重拍吧。啊，行吧，我他妈瞅瞅去。背不出去要那个，你们准备一下哈，刚才是彩排。等一下啊，挡不住了。哇，这家伙不动，你真的不动，你真的不动。那等一下，喊停了，我这马上就跑出去了。我，哎，别吹牛啊，我还差点成功了呢。哼，
要不是喊咔，现在奖金就是我的了。不是啊，现在怎么就我们三个在这儿？其他人是不是已经飞升了？哟，这么神啊！哼，别太早下结论，谁胜谁败还不一定。等会儿看看围墙外面的集合点是不是真的有人就行了。是吧？除了你们两个，还有多少参赛人？你小子这都不知道？新来的，没参加海选？我是导演安排，不是这个，是专程请来的啊。压轴选手跟你不一样。那个，到底有几个人呢？原来以为是四个，现在加上你，那就五个了。我操！那不是飞升了两个了？剧组有高人呢。飞什么飞呀、这地方可不是一般的旅馆，哪能那么容易飞出去？怎么飞不出去？要那个，你们准备一下哈，刚才是彩排，没正式开演呢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里面不对呀、怎么只剩你们几个了？其他那几个呢？可能真的飞升了吧？这么快？反正都是彩排了，这次不算。哎，那谁，场记，你去外边集合点把他们都找回来，咱们呀正式开始，这回我绝对不会输了。是啊，你去看看他们在不在集合点，拉回来重新比一次。行吧行吧，我喊人家，你们准备一下啊。大概是还在什么犄角旮旯找出路呢吧，没听见广播喊停，要不然这他们不可能比我快。找着他们没有？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啊，别操心了，等通知。什么乱？胡东，操你妈，出事儿了！演员人不齐，有人他妈瞅不着了。啊，飞升了？你他妈不一直在这儿吗？你没拍着啊？真没有，你去外面集合点找找有没有。我刚找了一圈了，外面没人呢。我操，副导现在都没回来，哎，不会是也跟着飞升了吧？要不咱们直接找导演。行吧。魏导，啊，来，你也来敬何总一杯。魏导，出点事儿，出点事儿啊？何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去看看，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啊。有事儿你去忙啊。等一下，稍等。来，何总，干了这杯，还有三杯啊！来！哎呦，不行了，我有点上头了，再喝就耽误事儿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喝个高兴就好啊！我从来不强人所难，今天开机大喜的日子，为了表示感谢何总的信任，感谢提供我们这么好的场地，我这杯啊就自己干了啊！哎呀。话说啊，你是开拍的时候跑我这来喝酒，不怕耽误正事儿啊？哎呀，没事儿，那我呀都是交给副导的啊。这片场的事儿啊，那副导比我专业多了，有他看着出不了问题。那你这导演是干嘛的呀？哎呦，您别看不起我呀，我们俩有分工的，我主要是搞定赞助，还有那个创意。哎，对，我负责创意，后期市场要引爆，要话题，最根本还是看创意啊！我的创意啊，没人能想到。哎，综艺节目这一块啊，不是我吹，国内这个圈子，没人有我这么有创意。哦，那国外呢？国外呢，就是我的素材库啊。你这不是抄袭不？嗨，您别说这么难听啊。我又不是全抄，不瞒你说啊，今天这个节目的结尾，我准备了一个惊天的创意。什么创意啊？哎，这就，不能说了啊，这个要最后揭晓才算震撼，啊，嘿，哎，你别看这节目前边啊，我没怎么管，不代表我没有能力管啊，其实啊。是我把精力都放在这最后一下子了，这结尾一定要他妈震撼，要震撼啊！我连副导都没告诉，到时候
嘿，连他都是懵逼的。这么神啊？那是当然了。我猜一下哈，是不是有个黑面观音在结尾啊？啊，今天我都见着了。您见过他了？他来跟我说他是黑面观音，我差点信了，结果我一咋呼他就露馅了。我们这点小伎俩还是骗不过您的啊。哎呀，您这商海沉浮多少年，走过的路，吃过的盐，见过的人啊，我们上哪儿比去？我这手下最好最好的演员了，别人都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一见了您呢，那一分钟都站不住，这还是气场啊，是您气场太强大了。魏导，魏导，魏导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也来敬何总一杯。魏导，出点事儿，出去了啊？何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去看看。不会有什么事的啊！您放心，不会有事儿。你去忙啊！怎么了？就是正式开拍以后，胡东你们忘记放存储卡了，给我啥你们都没录上。我操！哎，这他妈胡来吗你们？对不起导演，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啊？那重拍呗，那能咋地？对，那就重拍吧。啊，倒不是，不能我们俩喊重拍就重拍呀，你得去啊。不是，怎么他妈又是我呀？啊，我都喊过一遍开机了，副导呢？哎，还没找着。副导不会是跟着大师飞升了吧？操，放屁！还没开拍就飞升？我刚才去那个选手那边通知他们了，我骗他们说是彩排，下一次才是正式开机。哎，行，刚才我喝酒还夸副导靠谱呢，这还是我来吧。啊，哎，等会儿你没事干的时候，赶紧去找找他。不是，他妈到底去哪儿了？哎，行。所有选手集合了，在导演这儿集合，准备出路。哎，导演，刚才不是已经开拍了的吗？您那说是正式开机，操，都他妈是你们乱来。全体注意，这次是正式开机啊，刚才不算。啊，刚才是彩排啊。哎，所有选手注意了，这次才是真正的实拍啊，大家准备。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，不要藏着掖着了啊！嗨，这次肯定准备好，让你们看看贫道真本事。那导演，现在还有两个选手没在，既然现在才是正式开机，那干脆把他们资格取消了吧。好啊。我回来了。那就还剩下一个。那他要是跑出去了，应该不能算是获胜，是吧？录都没录上，算什么呀？啊，我们是拍节目，又不是运动会，跑了也回来给我重新跑一遍。哎，到底谁跑了？哎，我认识，是叫丁在天的那个，应该是专长道家符箓和土遁法术的。哎，丁仔，你去那儿看过没有啊？那个什么丁在天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，我看过了，没在。楼里边找过没有？哎呀，我们刚从楼里一起来的，没人在。不会是真的飞升了吧？飞升到底什么意思啊，各位观众？哎，再广播一遍啊！丁在天，丁道士，丁道长，刚才比赛不算数，现在重新来，速到导演处集合，快点过来。还有副导，是不是也一起飞升了？还有副导啊，听到广播没有？冲路了，不是飞升了，中了吧？他看念几个人名字啊？再广播一遍啊！丁在天，丁道士，丁道长，刚才比赛不算数，现在重新来，速到导演处集合，快点过来。还有副导，是不是也一起飞升了？还有副导啊，听到广播没有？冲路了，不是，正式开机了，回到导演处，快点。再等他一会儿啊。哎，这灯架倒了，怎么也没人管啊？不是，这碎玻璃一地都是，赶紧收拾收拾啊。
刚才灯光架好像被谁给撞了，好大一声，也没见道具师来修。他这电线七绕八绕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扶啊，就没敢管。道具师叫什么来着？亮哥。我操，那道具师也不见了。哎，得，还没开拍呢，又飞升了一个。别他妈扯淡了，不是谁看见这，叫他妈什么来着？亮哥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亮哥，谁看见他了？道具师。哎，我见他去楼顶了。虎东，你去把亮哥找回来。我？对呀。开机以后的事你干不好，开机之前你还不表现积极点啊？快！地仔负责演员，你就负责道具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先把灯给我修好了。好了，行了。那这次飘一飘去到底是谁呀？你散了吧，啊！哎，都注意听广播啊！等丁在天和副导都回来再看。算了，我先看这边了。还有亮哥。啊，对，操，他妈又把他给忘了。啊，嗯，好了。行了，大家各自去准备一下，散了吧，啊！哎，都注意听广播啊！等丁在天和副导都回来再开拍。啊，知道了。哎，好好好。导演，还有亮哥。啊，对，操，他妈又把他给忘了。导演，留步！导演。啊？哎呦，这位道长有何指教啊？啊，这个贫道其实……哎，来来来。道长，这边请。摄像师，嗯，干嘛？您来一下。他要干什么讲吗？我们先跟着胡东好了。我操！我刚才就要成功了，你他妈全场重来！我也不知道啊，这都是意外。你以为我想？导演没他妈什么。下次啊，下次一定顺利。切，老子给你赚钱机会是看得起你，你是嫌钱多了烫手是吧？叶教授，你这不是看得起我，是只能跟我合作。全场还有比跟我合作更方便的事儿吗？摄像机能不能拍到你逃跑，还不得全靠我切换镜头啊？啊？这么说，你现在是发现自己的价值了，来跟我讨价还价来了？哎，那不会，我胡东说十万就是十万，童叟无欺，绝不涨价。放心啊。下次开拍，一切按照原计划。当然了，这还用问？哎，可是，就你一个人出去。你那搭档啊？哎，你小子话多了啊！嘿嘿，我原来以为你们还要分一下，原来就你一个人啊！哎呦，那你赚的可真不少啊！所以说，听不到胡东的话，你耳机左边是不是有点坏了？你干了屁大点事儿，你就要多分。一个一老，二是幼儿。切换一下镜头，不是你分内事吗？做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房间里边动动鼠标赚十万块，你他妈还有更赚钱的生意吗？你来教教我，我跟你混。哎，哪儿话呀？我就是随口问问。哎，那啥，那你上一轮是怎么个飞升法啊？怎么灰头土脸的？是飞升啊，还是遁地啊？你小子话越来越多了哈。科学的事不要瞎打听，不说就不说。那下一轮你记得看着我摄像头的指示啊，红灯灭了你才能过去，别去早了，别拍下来就露馅了。知道。分头准备。嗯，就算你没有装存储卡，难道你当时就没有看到丁在天是怎么跑的吗？那么多摄像头，我一个人切换，我哪能提前想到盯着他看？不过我之前看到他到处搜索的样子，好像他是很熟悉这里。啊？对，
他好像对这儿比我们都要熟悉，所以我本来想跟他合作的。合作？这个湘西赶尸人呢，其实靠的是转换人气与湿气之间的平衡。我遇到这个人就觉得他身上湿气很重，而且此地又是一个天生乱葬之地，所以如果我来帮助他，我可以让他依托湿气行走。那他逃了吗？他没听我的建议呀、啊，他好像专心在找黑面观音，哎，对逃跑的事儿反而不太上心。哎呀，这是个怪人。你说了半天等于没说呀、啊？啊，丁在天去哪儿了？还有副导，他去哪儿？他人呢都？还有，亮哥。我操！我他妈老忘了。所以目前不见掉的是副导丁在天。副导丁在天、亮哥，还有那一个道具组。赶紧找去啊！开机以后，道具师还来跟我搭话，我当时就觉得他这个人不太专业。开机以后，他有闲心跟你搭话？不会是让你帮忙算算副导飞升去哪儿了吧？虽然我一向善于求神问卜，但是他倒不是问我这个呀。那他问什么？这家伙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响屁，还会跟女人聊天？他问我需不需要道具帮忙？不可能吧？您是仙姑，什么手段没有？会需要道具？是啊，我吕仙姑什么人呐？湘西赶尸吕氏22代传人，被他当成江湖骗子一样。他这是自讨没趣。哎，我就说嘛，他能在女人面前说三句话，我跟他姓。他还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旅馆以前是什么地方。啊？那，您知道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吗？这还用问？这以前是关押黑面观音的监狱啊，您不知道啊？对对对，我的卦象显示也是如此。哎，对了，亮哥后来去哪儿？你看见没有？他跟我聊着聊着，就听见外面灯架掉下来了，好大一声啊！然后他就出去了。这他妈老骨头，他就是知道灯光架坏了，所以故意不收拾。什么人啊这是？就他妈给我找事儿。嗯。那什么，麻烦你现在帮我去找找他好吗？我这儿给他收拾着灯呢，空不出来啊，受累了。行啊。哎，老是搞不定这。那弟子，我想起来了，地上这灯应该是亮哥说要安在楼顶的，难怪我一直装不上。这架子另一半应该在楼顶呢，我上楼看看去吧。我走了。你他妈找灯架是找亮哥呀？找着哪个算哪个呗，反正我是搞不定这灯了。哎呦我操！你动动脑子吧，行吗？那导演让你干啥你干啥呀？灯光和摄像哪个重要啊？现在少一个灯不算啥，导演他妈那个能力，他根本看不出来有啥差别。你帮我找找丁在天吧，啊，人少了，他一眼就他妈看出来了，抓紧点吧，个婊子。哦。金大师啊，是这个理儿啊。哎，叶教授，你看，金大师。你还在那边挂机挂多久啊，兄弟？仙姑，会算命吗？哎呀，人人不如相，指点有缘人。我想要算一笔横财，算不算有缘？有缘，有缘。这边请。请。
为什么感觉胡东好像变了？是我错觉吗？啊，一场戏需要两个黑面观音吗？啊，什么？两个？不可能！掉掉掉掉掉掉！欢迎喂喂喂！等等，剧本啊，一场戏需要两个黑面观音吗？啊，不要啊！啊，不是一个戏。我刚才在摄像机前面看见了两件事，不知含义为何，想请仙姑指点迷津。您说。第一件事，仙姑好像不喜欢独自飞升，而是喜欢到处给人算命。是算命还是求人？没有，太远了。有网友 DLC 呀。您不是没有放存储卡吗？放没放存储卡只有我知道，而且我在监视器前面，想看什么看不见啊？哎呀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你比道具师是强多了。既然如此，你还要来找我算命，必然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啦。嗯，这就是第二件事，我知道了一个逃生之处。果然如此，和我的卦象相合呀，在哪儿呢？看来我们俩是真有缘呐。哎，这次综艺的奖金不少啊，500万要分起来，应该要，这，应该要好好算一算。没什么好算的，你不能代替我参赛，我不能代替你摄像。哎，当然谁都少不了谁，各分一半，250最合理。250，快！告诉我出口在哪儿？跟我来。我谢谢你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！导演，去找导演。吕建木、叶教授还有小军神，赶紧集合了啊！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死人了！导演，不是，谁死了？你快看看去吧，有个死人啊！哦，所以这边是杂物间。这边，弟子，你去把他拖出来看看。我不去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哎，导演，你们这是剧本设计的，还是真的出事了？真的出事了。我操！我就说你们不靠谱啊！你们这是什么杀人剧组？流程乱七八糟，什么还没拍出来，人倒是死到我的眼里了。不过这不是我们剧组的人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！让开！这谁啊？这他妈不是丁在天吗？我去他房间点名的时候，他亲口答应的，这就丁在天。是吗？是丁在天吗？不是，丁在天不是飞升了吗？不是丁在天，这是道具师啊！什么道具师？道具师是亮哥呀。亮哥长啥样你们不认识啊？啊？不对呀，这是副导啊！啊？
什么副导？副导是女的呀。哎，这是另一个副导啊，就是通知我那个人。不是，你他妈可闭嘴吧你！剧组有几个副导我不知道啊？这个人我今天见过。你也见过？这不就是你们的黑面观音吗？等等，都冷静啊！我去，这兜里还有东西。哎呀，这下面怎么还有？还有一副白骨啊！呀，给我脑袋过滤一下。一个说是丁在天，一个说是副导，一个说是道具组。可是照来看，仙姑说是道具组，可是胡东说道具组不能跟女生讲话，所以应该不是道具组，然后也不可能是副总。如果是副导的话，导演应该会认识，所以是那个丁在天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。所以现在雅是谁认识他？我有点乱了，我好乱了，我被他们搞得好乱了，救命哦！不认识啊？啊？这他妈不是丁在天吗？我去他房间点名的时候，他亲口答应的，这就丁在天。是吗？是丁在天吗？不是，丁在天不是飞升了吗？不是丁在天，这是道具师啊。什么道具师？道具师是亮哥呀。亮哥长啥样你们不认识啊？啊？我是觉得是14个人，这个不懂。我就是一老二。啊、然后等一下，让我重来一次。我们今天这两个人，副导就一个啊。哎，导演喊停了，你不出去会合吗？急什么？这根本不是导演的生意。来，继续聊。还有什么好聊的？沈警官。哦，不对，现在是沈队长。你混的也不赖呀，刘大伟，你现在是刘总监还是刘主管来着？停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不会是专门来讽刺我的？当然不是，我说了，有任务来的。对啊，这又是节目组又是酒店的，谁知道都是些什么人？你在这装神弄鬼，不怕身份暴露吗？哎，当年上课的时候，邱队长怎么教我们的？越危险的地方就越……邱队谁啊？老实说吧，你是真的来执行任务的？就你一个人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们这节目都扯上黑面观音了，我能不来查吗？你疯魔了吧？我们这就是个综艺节目，又不是逃犯自首动员会，你真的信黑面观音会来啊？你说你为什么20年之后要撺掇老板搞这么一个节目，还大张旗鼓的叫黑面观音，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么说吧，这就是用鬼故事包装一个密室逃脱的真人秀，看谁能重现当年黑面观音飞升的场景。说是说飞升，其实就是看他们谁能在摄像机眼皮底下从监狱……哦，对，现在是青年旅社了，反正就是从围墙里面跑到围墙外面的集合点，谁跑得最快，谁拿500万。至于他们怎么逃，我们不管，我们就是给这个主题青旅造势拉流量的。好了，警官。我跟我们何总汇报 PPT 都没这么详细过。密室逃脱的话，干嘛招神棍来啊？话题性啊，爆点呀、啊，算命、风水、鬼神，听起来不神秘不酷炫吗？我找几个开锁师傅来密室逃脱，你看啊。再说，这他妈都结案20年了，你看。没有啊，你看，他们胡东跟 D 仔都会找一个副总，然后导演说就有一个副总啊，不是有两个副总？球队死了。所以那个水，那个金生水还是谁看到的那一个副总，可能是那个谁扮演的吧？怎么死？酒后游泳淹死的。这他妈是自己找死！不止球队，当年监狱的玉成也死了，还有当年监狱运垃圾的清洁工，也消失不见了。恐怕是凶多吉少啊！该不会是黑面观音飞升？拉几个祭天的吧。哎，不开玩笑了，不游泳淹死的。李静啊，爆点呀、啊，算命、风水、鬼神，听起来不神秘不酷炫吗？
我找几个开锁师傅来密室逃脱，你看啊。再说了，这他妈都结案20年了，你他妈还不死心？邱队死了。啊？怎么死的？酒后游泳淹死的。这他妈是自己找死。不止邱队，当年监狱的医生也死了，还有当年监狱运垃圾的清洁工也消失不见了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该不会是黑面观音飞升要拉几个祭天的吧？哎，不开玩笑了，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黑面观音的案子不简单了。当年在监狱里，我就觉得你的行踪很怪，但邱队长活着的时候轮不着我来问。怎么你还在怀疑我？当年我他妈可是你们当中唯一一个警察都没得做的人，受的牵连可够大了。倒是你，啥事儿没有，全身而退，你怎么不怀疑怀疑你自己啊？哎，我行得正坐得直，倒是你，哎，你如果跟当年的案子毫无关系，为什么就偏偏回到这里当市场总监啊？为什么就偏偏要用黑面观音来当噱头办节目？你自己都说是噱头了。我用噱头当然是为了吸引流量啊。吸引流量还是吸引当年的人出来好让你一网打尽呢？你们警察都喜欢靠想象力查案的是吗？有证据没有？有的话就抓我走。就算现在的事跟你无关，那当年呢？当年你接到的碎片任务是什么？什么什么碎片？你他妈说话能别东一句西一句的吗？你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你在诈我？不错啊，沈小军，20年不见果然出息。行，你冷静一点啊，我只是例行询问。我们查到跟当年那事儿有关的人物可能都收到过一封信。信写的什么？写着每个人分配到的碎片任务，所以每个人照着信上的任务去干，就只参与了一个环节，这样我们查的时候也特别困难，一直无法把整件事串起来。好不容易有点进展了，可涉案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，案子线索断了，所以今天我才来借用一下你这个节目。所以是当年的幕后黑手在灭口？也有可能是有人在寻仇。寻仇？谁会来寻仇？丁在天。丁在天？你说的那个道士？他是丁警官的儿子。这么一说好像是这样。他爸也是当初监狱飞升事件的相关人，后来一直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他今天出现在这儿不是偶然。没想到。你老实跟我说，你对当年的事到底知不知情？我他妈，你是真的揪着我不放是吧？这样吧，今天说话不方便，录完节目你还是得跟我回趟局里，我们做一个书面记录。哎，不是，你还是不信我？哦，你他妈听没听我说啊？还是待在这边吗？账算什么呀？啊，我们是拍节目，又不是运动会，跑了也回来给我重新跑一遍。哎，到底是谁跑了？哎，我认识，是叫丁在天的那个。应该是专长道家符箓和土遁法术的。哎，弟子，你这边看过没有啊？那个什么丁在天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，我看过了，没在。楼里边找过没有？刚从楼里一起来的，没人在。不会是真的飞升了吧？哎，再广播一遍啊！丁在天，丁道士，丁道长。刚才比赛不算数，现在重新来，速到导演处集合。我就被飘过。正式开机了，回到导演处，快点。哦，扯淡了，这他妈什么来着？为什么感觉这刘大伟好像没什么作用？过去好了。我操！
他妈杀人，现在全场都你妈找辅导，咱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？该干嘛干嘛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他妈现在还是不是条子？你杀的人是公事的私仇？仇嘛，倒谈不上。不过他对当年的内幕知道的太多了。他妈辅导就是个小娘们儿，你他能知道当年监狱的事儿啊？你是不是杀错了？对呀、啊，我也奇怪。要是普通细节还好，他连任务信的事儿都知道。哎呀，哥，你当年监狱到底出啥事儿？你能跟我说说吗？啊？那你这次任务就是干掉所有知道内幕的人是吧？多的你不要管，知道越少越好。除非你以后不想当演员，想跟我混喽。我还是想当。去副导是被他杀掉了。我做这些也是为了你。咱俩谁为了谁也不一定呢。我他妈跟副导无冤无仇的，我还不是为了给你藏尸体啊？我刚才去道具间看过，你小子别看嘴臭，办事儿还是利索。藏到那个仙姑带来的尸体里，简直一模一样，包起来往那一放，差点连我都骗过去了。妈省省吧你，我混片场是他妈给你干这个的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处理啊？等节目结束以后，跟着其他尸体一起，他妈赶尸也好，抬尸也好，一起混出去。反正你妈这破剧组就他妈我一个场记管前管后，不会被别人发现。你小子机灵着点，还说不会被人发现。刚才道具师不是看见了吗？不是我帮你，你他妈现在就完蛋了。我操你！我说多少遍了，他没看见，他就是怀疑一点点。他拿着副导的鞋来问副导去哪儿了。你小子以为这是一点点吗？哎呦，我可以跟他慢慢解释。屁！我见过蹲耗子像你这么天真的多得去了，人赃并获解释个毛啊！他等会儿一报警，谁听你解释？啊？那我他妈本来以为。我就是帮你把剧组喊过来拍个片儿，你他妈让我帮你搞尸体，他妈都他妈你瞎鸡巴搞上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反正现在我帮你擦干净屁股，你他妈表现正常点，出不了事儿。那刚才楼顶那个灯光架掉下来，那个亮哥是不是也？就是这个灯架差点坏事，我骗他上楼以后，他他妈有点警惕，一下没弄好。他就把灯架碰下来了，你赶紧去收拾一下，别等别人爬上楼顶去，我们他妈就完了。我他妈就想当个演员，这他妈，这就是我今年的坎儿呗。操！哎，大哥，你等会儿，那个丁在天也找不着了，是不是也他妈被你给杀了？丁在天，他们不是说他飞升了吗？放屁！你他妈别跟我装糊涂行吗？不跟你扯了，丁在天这个人也不干净，还正想找他呢。你真没杀他？废话，见都没见着怎么杀？赶紧的，去收拾楼顶灯架。哦喂，马萨嘎，先暂时这样吧，我已经被搞得有点乱七八糟了。叶教授，啊？您用计算机帮我算一算，我什么时候发财呀？哦，好，走，我帮你算一算。叶老二，别来无恙啊！哎呦，原来是刘警官呐！我今天一直觉得您眼熟，不过你不开口说话，我还真没想起来。可以啊，你。我那时候就待了一个月，这一晃二十年了，你还能记起来，不简单啊！哪里哪里，哎呦，你看你多年轻啊，没怎么变。多年不见，混得怎么样呀？现在当上教授了。哎呦，什么教授啊？就是来讨个生活，赚点出场费，这地方也有点回忆不是？您呢？您不会也是演出的吧？看来这黑面观音的名声还真不小啊。我当年经过黑面观音这件事也被处分了，年轻气盛嘛，一时想不开干脆就辞职了，现在跟着一个老板做旅店生意，我跑跑腿干干市场营销什么的。当年那件事之后，这个监狱不是也被叫停了吗？前几年我们老板阴差阳错就把这里盘下来了，做什么主题青年旅馆，
你说巧不巧？哎，你以前不是一直有一个小兄弟叫什么？你跟你形影不离的，现在哪去了？哦，你说那家伙呀？别看当初关系铁，但是他比我判刑短，出来的早。等我出来以后就联系不上了。人性薄凉啊。哎呀，是啊，咱们俩在这儿相遇也算是缘分。哎，那个今天参演的那个丁在天，你认识不认识？不认识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就是看他有点眼熟。没什么，他不是第一个飞升了吗？现在成了焦点人物。老熟人也不一定要行。所以他到底是丁在天？对啊，目前死掉，确认死掉是副导、道具组。丁在天不知去哪里了，然后跟在他身边那个小子，对吧？杨任，记性太好，也未必是快乐。您这话里有话呀，啊？没什么，哎，我倒是听说副导好像搞了个顾问，对当年的事儿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你说，该不会是我们的老熟人观音大师吧？顾问？哦，那顾问啊，切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啊。当年的事知道的人多了去了，你不是也知道？我不也知道吗？对吧？听你这口气，你见过这个顾问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我怎么会见过呀？我就是无所谓。他有顾问，他有顾问呗，别妨碍我发财就行。哎，你不怕他把当年的事都爆料给副导了？啊？我什么都没参与过，我不怕。那么有自信，你知不知道，当年参与过黑面观音这件事的人，现在一个个都被人干掉了，可能是有人在寻仇啊。啊？这。不知道，我什么也没参与过，我不怕。真的不怕？不怕，要不我还敢来参加这个节目？不怕就好，我也不怕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不妨碍您老人家发财。好，回见回见啊。你介绍这个拍剧的合作到底有什么价值？何总，这是拍综艺，不是拍剧。有区别吗？啊不都是拍电视吗？有区别吗？我问的不是他叫什么节目，我问的是他跟我们的主题酒店有什么联系，提升品牌，提升访客，效果在哪里？何总，这个是品牌联动，现在的营销2.0时代就是这样的，这叫内容营销。这个黑面观音真人密室逃脱一播出，有悬疑、超能力、有鬼怪，还有历史真实案件背书，各种要素齐备，不大火是不可能的。啊，它一旦火了，我们就成了这个网红的打卡点了，效果立竿见影。而且，当初汇报的时候，您不是也很看好吗？哎呀，PPT 上怎么吹，我当然懂。要不然我也不会投钱了，但是一切想法都要看执行。今天剧组进场我才发现，我觉得你找来的这个剧组怎么形容啊？一点儿都不专业啊！这能拍出什么东西？就算拍出来，拍出来有人看吗？哎，不会的不会的，何总，他们都是专业的啊，可能是您不了解影视圈。您别看外表光鲜啊，你要真的在里边跟过现场，都一样。这我跟你说啊，这已经是上流的剧组了，真的非常棒的。哎，对，把嘴闭上啊！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去外边盯紧一点，抓一抓这个细节的执行，争取给我们酒店多一点品牌露出，执行到位，效果差不了。放心吧啊，盯紧点啊。哎，你放心。是的。哎呦，真记不起来了。啊，教授，你慢慢准备啊。场记，过来一下。
再帮我一个忙。你是哪位啊？你把那个沈小军带到楼顶上去。你他妈，你又要杀人呐？你就说黑面观音约他见面，他就懂了。其他的知道多了对你没好处。我不干，我他妈，我就想当个演员，我至于吗？你屁股擦不干净，你怎么当演员？这是最后一个，我保证。赶紧去。上楼吗？零，不能。等等哦，让我拉一下哦，看看那个叫刘大伟会不会下来哦，给我一点点时间哦。不会下来，难怪我还是觉得少一个人。OK， 所以这边解决，这边看的，这边看的，我们接下来要跟的是，我们现在要跟的是 D 仔。D 仔这边吗？跑去了，没加路上。然后出去。你们不一直在？没回来。然后找不到人嘛，然后找导演嘛，然后集合嘛。集合够跟大卫讲话吗？跳进小房间里。那跟大卫讲话。对。一个人集合，我哪能提前想到盯着 ？OK。老弟再上去嘛。而且两个工作人员肯定是那个。进。你可要小心呢。地上这灯应该是亮哥说要安在楼顶的。这边，这边胡董，胡董忘先让那个东西在地上了。你看定在天了吗？啊，在天了吗？好的。哎，叶教授，你看定在天了吗？啊，没有啊，他不是飞升了吗？妈，叶教授，你他妈也信飞升啊？他妈骗傻逼的！我去那个看了场外集合点，他没在啊。飞升啊。只是群众一种朴素的理解，当然不能说对啊，但也不能说错。啥意思？你等我给你算一下啊。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，现在这里的空间其实是一个四维扰动的不稳定态。哈？就是说啊，一边是黑洞，一边是白洞。丁在天很可能现在正在。中央的虫洞，但是因为密度太高，所以时间呢就会相对变慢，一时半会儿还没出来，啊，我们等就对了。哦，那李教授，那个丁在天进虫洞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什么详细计划？那要是一年半载出不来，那奖金不就没他份儿了吗？哎呀，你说我又不认识他。他怎么会跟我说呢？我刚才去房间点名的时候，你不是刚从他房间出来吗？你记错了吧？我们俩就算是见面，最多就是寒暄一下，交流一下这个科学问题，谁也不认识谁。真的？是啊。我走到哪儿，崇拜者都太多，我已经脸盲了。也许我认识他。哎呦，真记不起来了。啊，行吧，那教授你慢慢准备好，我问问其他人家。啊，那行啊，你还是要相信科学。啊，行行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叶教授，走，跟我去那边走走。嗯，那边有什么呀？走嘛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
长记，过来一下，再帮我一个忙。OK， 再帮我一个忙。一直一样啊。OK， 好。嗨，我一个小演员，我不清楚导演的安排，要不您还是自己跟他核对一下吧，啊。又想来两杯啊？哇，这边又变成三个聚在一起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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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从。不对，为什么金生水会在这里呀、？OK。等会儿看看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咱走，身体。打导演这儿集合。哎，我突顿发，不会是回到导演处？你就负责。哦，这个频道其实哎，我不懂，过去我要看的是金生水嘛。来来来，这边请。摄像。哇，好乱哦！莫西可以知道是有四个人死啊啊！如果我没算错，我说过外边不要表现咱俩认识吗？哎呀，导演，今天副导突然说不要我的戏份了，告诉我剧本结局改了，这。什么？但是那是上一轮开机之前的事儿了。我来就是想问一下导演，这一回重录啊，不，叫正式开机，那是不是都要从头再来呀？你跟我说的偷偷开门让我出去，这事儿还做不做呀？废话，你不出去，你奖金分成还想不想要了？这一段还保留就好。那我到结尾在集合点。还跳出来演黑面观音吗？废话，可是副导说有其他的人选安排了，不用我了。什么？这不是胡闹吗？这不是啊？咱俩开机之前才对好的台词啊！哎，再说我根本就没有跟副导提过咱俩的安排啊，他从哪儿知道的？是啊，我这不奇怪呢吗？也不是，你告诉我，副导什么时候通知你的？啊，就刚才你喊完开机之后。他偷偷把我拉到小房间里通知我的啊啊！开机的时候我们全场都找不着他啊，原来他跟你去小房间了啊！嘿，你小子可以啊！导演，你这什么眼神啊？后来他去哪儿了？啊，他跟我说完他就出去了啊。哼，是吗？哎，导演。那我到底还能不能演这黑面观音呢？没事啊，等我找着他再核对。你现在啊，先按咱俩的原计划演啊。哎，好嘞。啊，对了，你小子不要得意忘形，现在场内没有演员，都是大师，你装的他妈像一点啊，别到处跟人说你有特殊安排，剧透了就没意思了。这我没到处说。资人都跟我说了，你小子气场还需要磨练，知道磨练啊啊！投资人是谁啊？哎呦我操！哎，你看你看你啊，难怪别人说你嫩。这别管那么多事儿了，赶紧去准备吧啊！别让人看见跟我在这瞎晃悠。哎，好嘞，导演。好嘞，我懂了。不要叫我导演，你是大师哦。好，那频道。哎，我说胡东，就算你没有装存储卡，难道你当时就没有看到丁在天是怎么跑的吗？那么多摄像头，我一个人接，我哪能提前想到盯着他看、啊？不过我之前看到他到处搜索的样子，好像他是很熟悉这里。啊？对，这锅我来包。我操！开机啊！他人呢都？还有，亮哥，我操！我他妈老忘了。赶紧找去啊！开机以后，道具师还来跟我搭话，我当叫啊，不打，都点啊，看出他哪个重要啊？现在少一个灯不算什么，导演他妈那个能力，他根本看不出来有啥差别。哎，景大师，景大师，你帮我找找丁在天吧，啊，人少了，他一眼就他妈看出来了，抓紧点吧，可别。嗯，也对。哎，现在参赛选手只剩下我们几个了。
我跟你说，我们俩要合作。合作？怎么合作呀？刚才道具师来找过我，他要测试我的超能力。哦，那你的超能力是什么呀？不是超能力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师。什么东西？感师？这他妈叫非遗，你骗尸体去吧你。那怎么用你这门学问跟我合作啊，这位仙姑？哎，来，我们分析一下啊，节目获胜的目标是什么？500万。要像黑面观音一样凭借超能力飞升，说白了就是密室逃脱。哎，我计划这样啊，咱们俩换装，你呢扮成我的模样，在摄像机面前打坐，我呢扮成你的模样去找场记说退赛，从正门就走出去了，然后等我出去到了集合点以后，我再换回自己的样子，你也换回自己的样子，我就成功了，分身法。你们这种大师易容都不会的吗？你一个人想假扮谁，直接换个人皮面具不就行了？你干脆那假扮成导演直接走出去，还用跟我合作？哎，靳大师，我们赶尸的都不相信易容这一套啊，满当报喜，你居然还当真了。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易容术，最多就是化化妆。对呀，我从导演那儿看报名表，最早报名登记的是女道长，怎么是个女的呀？你不会现在就化妆了吧？这你就不懂了，女的也可以称道长啊，民间才会叫什么仙姑不仙姑的，这个都是尊称，我从来不看重这些的。哎，言归正传，化妆换身份，合作还是不合作？不合作。我追求的不是这个啊，而且你找我干嘛？你有那么多赶来的尸体，你随便找一具在那儿打坐不就完了吗？哎，等等等等，哎 OK。 再帮我一个忙。你是哪位啊？我是这个综艺节目的赞助商。哟，你好，我就是黑面观音。嘿，什么黑面观音，又给我来这一套？不是，我真的是黑面观音本尊呐。哎呀，左一个大师，右一个大师，你们导演有没有点新鲜的招数？哎呀，您知道导演的安排了呀？怎么样，承认了？刚才就有黑面观音来过了，你装模作样又来一遍。你们导演啊，这写的是什么剧本啊？一场戏需要两个黑面观音吗？啊，什么？两个？不可能啊，导演只安排了我一个人演大结局啊。哎呀，你们这个剧组到底靠不靠谱啊？剧本都不一样啊。不是，这哎，嗨，我一个小演员，我不清楚导演的安排，要不您还是自己跟他核对一下吧。啊，魏导啊。哟，何总，这是又想来两杯啊？什么来两杯？我说你这节目拍得乱七八糟的，本来说逃跑一个人。不，飞升啊，是飞升，不是逃跑。不就是真人密室逃脱吗？别整那么花里胡哨的啊。行，您继续说。你看现在倒好，还没正式开机呢，跑了仨了，还能不能拍下去啊？能啊。不是，谁说跑了三个了？我告诉你，这都是节目的一部分，综艺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。效果？哎，你下面的人一个个知道这是效果吗？咱们叫过来问问。你过来，我问你知道吗？下一步怎么演啊？我不是演员，我是大师啊。导演，你看看这什么水准，还能演得更假一点吗？那个啥，哎，哥几个啊，别着急，我出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那个咱们呀拍综艺，那不是直播，用不了那么些人啊，有导演坐镇呢，少他妈几个副导演道具师啥的他不重要，咱先把戏拍完，人以后慢慢整，你别耽误赚钱嘛。那不等了。对，他们说不定是开虫洞了，什么
一边是黑洞，一边是白洞，个屁的！他现在正在中央的虫洞，但是因为那个密度太高，那个时间变慢，他一时半会儿出不来，咱们普通人等不起。嗯，有道理啊。哎，对，没，导演过奖。那下次戏给我安排点戏份啊。哎，你们剧组的人的脑子是不是全让驴给踢过啊？啊，说什么乱七八糟！我不管你等不等，但现在参赛者都少了。你看啊，何总，咱们可以先拍这一批人的戏份，然后再慢慢找。那以后找着了，后期再补拍、再剪去不就行了吗？那再说了，他妈观众也不知道这节目最开始有几个参赛者吗？是吧？哎呀，我呀，可是按照五个参赛者准备的赞助费呀。哎呀，好，等咱们节目做出来啊，看剩几个人再打折呗。行。啊，记住啊，剩几个人打几折啊，早点开拍啊。好嘞，哎，准备全程广播吧啊。啊，全体注意了，最后五分钟准备时间，五分钟后正式开始，各就各位了啊。丁丁道长，吕仙姑，叶教授，还有小军神，赶紧集合了啊！导演 ，OK， 这边看完了。报告，接下来要追的是那个叫小军的负责演，刘步。OK， 导演。啊，幸会。这位是何总吧？你是哪位啊？我们认识吗？哦，你当然不认识我，我也仅仅是把我预测的信息跟您的面相对上了，才认出来的。自我介绍，我是宇宙全息投影心法的第一发明人，全球聪明人大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，小军神。正巧我测算了一些信息与您核对一下，看看我的功力如何。您讲。据我刚才用脑电波跟宇宙微波辐射共振得到的消息显示啊，这个酒店以前是一个监狱。啊，是了。您是这个酒店的实际所有者。也对了。您投资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个人。这个错。师傅，那您是所谓何森？这都是我下面一个运营主管操作的，他说请这个节目组到这儿来拍一下综艺，能给酒店带来媒体关注和话题热点，有利于吸引客源。我再测算一下啊，您这个运营主管是不是啊？对，姓刘。啊，是嘞。您还安排了自己人参赛，想通过一个秘密通道潜逃出去，完成节目挑战目标，对是不对？秘密通道，我收购了三年了，都不知道有什么秘密通道。您再回忆一下，真的没有秘密通道？啊，没有啊。那你用你个宇宙心算啥的算一下，那几个选手怎么出去的，现在在哪儿啊？让我见识见识。这个好啊，带我算一算啊。有了，他们这是用能量场把外面的能量置换进来，实现了量子隧穿。量子什么？量子力学角度来看，别再瞎掰了，宋飞。墙是原子组成的，我们也是原子组成的，两个原子摆到一块儿，从来不会有你在里面我在外面的区别，谁在里谁在外都是随机概率。所以啊，你去撞一面墙不能说穿不过去，严谨的说法是你有多少概率在墙这边，多少概率在墙那边，
所以他们现在有一定的概率是穿墙穿过去了。哎呦，那你怎么不穿墙的？你也来个一定概率啊，干嘛跑我这来问密道呢？哎，这个密道也是一种量子隧穿的特定解嘛。哎呀，得了吧，想作弊就直说，不丢人啊。哎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您跟我说下密道在哪儿？这奖金呢、啊、我根本不在乎，我就是为了出名，节目一结束，奖金我原样奉还给你，这您不是也省一笔钱吗？不是说啊，我不在乎这点钱，属下这根本就没有密道，你老老实实演你的大师去吧，啊，我不揭发你就行了。哎呀，哎，那边有一股强大的信息场，哎，我去去再来啊。哇，当一个卧底好累哦。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是警察，这是我的证件。啊，不是，你不是宇宙全息吗？啊，不是，那都是我的任务伪装。现在现场有些疑点，我需要你协助我调查。哦，呀，还真是。好好好，警官，我什么都交代啊。我就是个拍过点 MV， 也真没拍过什么综艺什么的。5分钟以上的片子我就拍起来就很吃力了。这节目啊都是副导演在现场管的，我也没收多少钱，就是行价，我一点都没多要，哎，这价格也是透明的，也不存在什么回扣的。副导演现在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副导最近接触过什么人没有？有没有什么不太正常的地方？副导是个好人呐，哎，这不是。我不知道，他跟我没关系啊。你直接回答我。啊，抱歉，看到了。他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？他也是有点神秘的，我感觉啊，这个接触过什么人？我好像听说他有一个顾问，说这顾问挺强的，但是我也没见过。顾问？你觉得会不会是黑面观音呢？什么黑面观音，那都是假的，综艺的噱头啊。恐怕你还不太了解这黑面观音吧。黑面观音在入狱之前可是道上有名的人物。哎呀，这我都早都查过了，就是说会算命吧，啊，结果算命又怎样，自己还不是被抓进去了。而且最后失手这个案子也非常的龌龊，据说是帮寡妇抢遗产什么，还被别人给算计了。警官，你想想，这是会算命的人干得出来的啊？行行，你先别说了。这个事儿是挺奇怪的，但是他被抓之前算命一度非常准，后来突然算得失手了，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原因。警官，您还信算命啊？也许是超能力吧。哎，你们这个节目不就是搞这一套吗？我们这宣传就是个噱头。哎，我们这不犯法吧？行了，不调查你这个了。刚才说的话不要对别人说，我出去继续当我的大师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这知道啊。哎呦我操，你动动脑子吧行吗？那导演让你干啥你干啥呀？灯光和摄像哪个重要啊？脑子多少驴个蹄。分开看的嘛。啊，可能是您不了解影视圈。他怎么会跟我说呢？姚总，嗯，那边有什么呀？走嘛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
这边是小军的房间，是不是？丁在天不见了。是啊，也许跑出去了吧。丫还真有点本事。也许是你小子本事大呀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丁在天是不是被你小子害了？哎，警官，你话不能乱说啊。我白天的时候提醒过你，丁警官儿子可能在寻仇，要你小心点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丁在天是丁警官的儿子？你他妈装什么糊涂啊？那冤枉啊，警官，我是真不知道。要知道他来，我还凑什么热闹？哎，不对呀，他一个警察的儿子，怎么成了道士了？你一个刑满释放的骗子，怎么他妈成教授了？你别取笑我，我跟你说了，生活所迫嘛，而且这也不犯法呀，都是节目，各凭本事，是不是？哎，实话实说，你当年接到的任务是什么呀？害怕丁在天来找你。任务？什么任务？哎呦，真的冤枉啊！他要寻仇，他自然去找仇人。当年黑面观音的事，我又没参与，我也不怕他来找我。参没参与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哎，你小子是不是心虚啊？先下手为强，弄死了丁在天。警官，你这么猜下去，可就没底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就算你没有下手，你敢保证你那位小弟不动手？小弟？哎呦，您不说我都忘了这号人了。这都出来这么多年了，我跟他早就没联系了。哼，你的案底啊，我一清二楚。我记得谁要是挡你的财路，你可一点不手软。就算不是寻仇，单说今天这个节目里，丁在天可是你的对手，会不会是因为他跑得比你快，所以你老毛病又犯了？挡我财路，就凭他？哼，还轮不着他。哎，不过说到这个，我倒是建议您还是查一查那个导演。昨天金生水跟我拼酒到最后，可全都说了，那草包导演会偷偷给他开门，放他出去去集合点，赢了之后奖金全都到导演手里了。要说挡财路，那也是导演啊。内定。天，那你输定了。二号的 DLC、哎、你还待在这干嘛呀？黑面观就想上个电视露露脸。切，他有他的张良计，我有我的过墙梯，胜负如何还不好说，等着瞧吧。导演那边我等会儿自然会去调查，但你这边的嫌疑也不能排除吧。警官，你这绕来绕去合着是他妈揪我一人不放是吧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等片场这边告一段落，你跟我去趟局里配合调查，你敢不敢？瞧你说的，警民合作嘛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？哼，行，好自为之吧，我等你。他在自己干嘛？丁在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丁在天，丁在天，醒醒！我操，他妈死了 ！OK，
OK， 休战机嘞。OK， 定在天使来这边，副导师来这边，一个道具组是在楼上。那这边死的是谁？叶老二的那个小伙吗？所以今天是死四个人嘛，丁在天在这边嘛，副导在这边嘛，然后那个叶老二的那一个老弟小弟在这边，然后道具组亮哥在上面嘛。谁杀死金生水？不可能，何总不可能，警察不可能，导演不可能。D 仔 D 仔是杀掉这个跟这一个，这边没有听说，而且是他发现到的。大伟就杀掉副导，然后杀掉道具组，然后原本是想要杀掉那个警察，还没杀嘛，对不对？胡东好像没有关到什么，诶，是胡东见到 OK， 然后吕仙姑见到 D 仔是跟大伟，所以他原本是杀掉副总道具组。那丁在天是谁杀的啊？因为大伟也在找丁在天呢，可是这样去斗下来只剩叶老二了。我可以加加哎，那是死者，叶老二一定认识嘛。如果杀小弟的话，杀小弟的话警察也认识嘛。这样照来说来，可能大伟也认识，因为大伟也是就案件的其中一个人，其他的应该不是，胡董不是，金生水不是，仙姑也不是，导演不懂，何总不懂，这样吗？是，哇！啊，王导演现在暂时出去。那你谁呀？跟个大爷似的坐着。我是副导顾问，坐镇这个综艺节目的大使。黑面观音正是出现在家，这个综艺就是我的同名综艺。哦，我问，观音不观音，就神棍之一呗。行了，等会儿啊，导演回来跟他说一声，叫他来见我。啊，哎，副导那边没起什么疑心吧？二哥，这就放心了。我当年好歹跟黑面观音也下去过一段时间，傅瑶也现在完全要我给咔嚓振作。嗯，那就好。但我这边打听到，原来那个草包导演自己也安排了一个龙套供在选手队里，说到结尾会跳出来演黑面观音，大获全胜，收获奖金。内定，这不玩那猛力吗？咱举报吧。举报个毛线？举报给谁啊？综艺节目有这种安排，再正常的话，那我们把它做，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把奖金拿走吧？暂时不用，你去假装副导，通知他媳妇取消了，我们能拿奖金就可以了。啊？可是副导是女的。傻呀你！一个剧组有好几个副导，怎么了？他没反应过来就行了，快去！哎哎哎，您是？哦，哎呦，我是我们剧组的第二。所以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的第二个副导。不，第二执行导演啊，过来通知你一声，导演对戏另有安排。就是你最后那个黑面观音反转就不用演。我正在调查当年的案子，当时在场的人最近准备死失踪的失踪非常蹊跷，我们怀疑除了警方之外还有人在私自寻找，特别是丁警官的儿子嫌疑比较大。其实今天也来了几个熟人，我劝你如果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或者趁早告诉我啊，免得发生什么不可估量的后果。嗯，这是肯定的，警民合作嘛。我懂。说到凤儿，你好像当年的事遭到了风声，现在有人寻仇寻到这里来了。我靠，这你们怎么办？
这条别路咱也走啊，赚钱就有用的事。他妈的，瞧你那胆小的劲儿。我们分头去摸摸其他人的底，只要没有真的黑面观音，那我们就按原计划赚钱就行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也行，我是参赛选手，不方便出面。你只有副导见过，连生你去好一点。啊，我去。你就假扮一个发道具的，只要问问那四个人需不需要、这个就是顾惜那边配合呀。说要道具的就知道不是真有本事的人了，顺便看看有没有眼熟的，要小心一点。哦，好好好，我是道具师，我来问一下，你一会儿表演飞赠的时候需不需要什么道具方面的协助啊？哦，我需要一个人陪后，要一个人假扮成我在这儿参加节目，就是在摄像头前面哈，然后呢我就悄悄地假扮成僵尸。等会儿，你这是法术吗？哎呀，啥子法术啊，都是骗人的。啊，好好好，好了，没事了。哦，哎，你不是说帮我准备道具的吗？哎，你不要走啊。我找到了，是那个龙套跟我说的，说是有个人到了以后就开始不停地问东问西找黑面观音。我跑过去一看，妈的，原来是当年丁警官的儿子，跟他死鬼老子长得一模一样。哦，哎，丁警官的儿子，那跟咱没嘛关系吧？那可不一定，我听说稍微有点关系的都绕进去了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这个小丁怕是有目的来的，我们去会一会他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也是今天的参赛选手之一啊，在下叫叶老二，李小六，你认得我们？当年案卷的卷宗，这20多年来，我不知道翻了多少遍，所有涉案人员的脸，化成灰我都忘不了。哎呀呀，你冷静点，小丁，你听我们说，其实当年别跟他废话，他妈的，挡老子财路就给我去死！我操，二哥！你妈也太冲动了吧！你这干嘛？你现在关键怎么能办？你躲着，别出声，把尸体藏好，我出去应付他。林大天，啊，不是，这位小哥，我是叶教授。哦，赶紧去集合吧。林大天呢？不在里面啊？不在呀，里边就我一人。你是丁在天吧？啊，对，就是我。那你他妈赶紧的吧，还待这儿干嘛呀？想不想拍了？还要变丁在天呢？人民兵财里边，你们叶老二什么情况？哇，还一个人好重身份啊！哎呀，副导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怎么样，对这次拍摄有信心吗？节目效果和内容，我可以保证。绝对原汁原味的还原当年，当年发生什么我已经了如指掌了。我们剧组的顾问是当年案件的专家。顾问？关于这个嘛，我不能透露太多。不过你们想想，这个综艺的主角是谁？黑面观音。哎，这可不是我说的啊。副导，这个传说中的人物，能不能带我去见见？我对当年的事也很好奇啊。哎呀，刘总监，您就不要为难我了，当年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您等一下看节目就行了。那我就来问问你，当年副导啊，有怪莫怪啊，那个毕竟是我哥，我不帮忙完是真的说不过去，但是冤有头债有主，有事你千万找他，就别找我啊。总的谁？哎，弟仔，我找副导呢。哎，要开机了，你看见副导了吗？没有啊，这就我一个。哦，哎，你一人念叨啥呢？哎，这不副导写吗？他来过这儿啊？没有。他扔一根鞋在这儿什么意思？你记错了吧？你
你没事干盯着副导鞋干嘛啊？记这么清楚？这我才没盯呢。那什么，我拿去问问齐大人去啊。没有，我这不都用别人名儿找到装片吗？哪有用自己名儿啊？那就好。不过我转念想了想，觉得你说的对，今天的破事儿太多了，诸事不顺，还是别录了。先走，赚钱的机会大吧。哎，二哥，你想通了就好了，你想通了就好了。来，从正门出去太显眼，咱们就从地道走吧。之前叫你挖通的，弄得怎么样？弄好了，你看看。好。那是把底下了吗？海面观音又飞升了。不，这不是我，我没有去过。他们说，黑面观音就在现场，但是我根本没有去啊。我不是黑面观音，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呀？我本来想到这个节目现场寻找真相，为什么你会把我拦住啊？你为什么把我替换出来？你说知道真相，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呀？